打乱斗，玩家可以通过卡片随意抽取英雄卡片，每个迷你英雄的技能都不一样。玩家还可以通过击败怪物获得碎片合成指定英雄卡片。我抽到的是幻影，辣条，来决斗吧！猛男就玩近战英雄。我的二技能能召唤巨兽，释放无限拳击。哎呀，臭男人拼居然敢欺负我！让你看看我的无限拳的厉害。哼，你这英雄也太笨重了吧！我的灵士不仅灵活，还能远程攻击。我就不信了！嘿嘿嘿，你们怎么打我一个呀？我的队友呢？人群殴何必单挑呢？你居然敢一个人来我们的阵营，狗带吧你！不是吧？我现在开出苍红了，我的技能几乎没有 CD。臭男人拼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小王子，你要教训谁？啊！你们过分了吧，针对我！小毛豆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我地黄侠的技能可是可以追踪的。哦，我的技能可是无限的呢。那有什么用？你看你的技能都能打中我一下吗？太废了，小王子，让你知道我地黄侠的厉害。啊！可恶，气死我了！我现在发育发育，通过击败怪物获得碎片。小王子，你跑哪里去了？给我出来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哼，辣条，你给我等着。等我发育好了再回来收拾你。哟，小王子，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够吗？老条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嚣张的吧。等我收集了好了碎片，合成了自选英雄卡，你就完蛋了。哼，哟，那我等着你啊。有七个碎片了，还要三个就可以了，再击败三个怪物就行。合成了。哇，这么多英雄，我要选哪个呢？嗯，我还是选帝皇侠吧，多帅呀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哼哼，辣条，我发育回来了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发现你了。啊，小子，你敢炸我？我的云烟可是会多重各种导弹的。是吗？看我撞你，哪里跑？哎，我躲，打不着。可恶，这云烟的技能 CD 太长时间了，我得换一个。是滑了，技能都算双倍。那有什么用？在我帝皇侠面前，你就是个弟弟。哼！狗带吧，辣条。死我要拉你一起。可恶，你们当初欺负我。收拾你们，狗带吧你！哼，还敢欺负我？辣条，辣条，你在哪？不会是不敢出来了吧？哼哼，我躲在树旁边，你是打不到我的。相反，我还能打到你。你说气不气啊？是吗？那我就把这个树给炸了。我看你往哪躲，只要你向我求饶，我就放过你。哼，不可能！奶奶，永不低头。那就请你狗带吧。啊，不是吧，小王子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刚刚是谁说男人永不低头呀？